决定建立新势力，君主是中二，根据地是选一个好地方好了。好了，完成了。颜色我不要这颜色，我要紫色好了。紫色比较中二，亮紫色比较中二。那名字你说？项羽应该还没出来，他应该也是会，只是因为还没有。不是 女生吗？为什么是男性？啊，不然怎么叫冲哥？他是去变性就对了啦。超搞笑啊！大义只有刘备一个，好可怜哦！報告します。哦，他开场会有那个每个君主的梦想。对啊。能制霸天下的人只有忠克大人，我等着。哈哈，你真的很好笑呢。其实我创他的时候，就这能力全都一，然后全部都有，全部都在升，在升一。全部都一是怎样？我们就看破关的时候，他可以累积到多强。应该被摸一下都死掉了吧？不知道。等下，盗贼发现了100%、欸。哇，孔丘的仁德有九哎、欸。喜んでお受けしましょう。やるか。就每一个古代武将，他都有一个特殊的强项。有中文语音啊，这个游戏有中文语音，只不过把它调日文而已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哦，我们执行一样的任务。岳飞对中二的亲近感加提高了。找出贼人了，让本人忠哥来收拾吧。どいてろ、命が惜しけりゃ。为什么叫忠哥？因为他叫忠二明哥，姓忠明二，然后字哥，所以叫忠哥。秒杀！最终成果一，烂死了。都还是不要做事情好了，太扯了。哦，根本就浪费钱。那他到底要拿来干嘛？其实根本就是废物。我就不知道他拿来干嘛。哦，没有，他可以去那个啊，去培养感情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他到处培养感情就，他什么都不用干了。他出来的目的就是四处找人就好了。他调查不需要多的。始めるぞ。来客です。どうしたこの世に。只有一点调查都没有，
连调查都调不出东西的，啊，太可怜的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夸张啊？やるか。连钱都没有哦。光栄の至りにございます。女君主可以加那个吗？就是一个队伍，不是可以三个人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对啊，就是三个人这样下去那个、啊，练努力吧。对，可是因为都是一的关系，所以派出去就算有第二个跟第三个，他会变成负五，这样会变成是二二二。不然你看啊，就很简单啊，我下出征嘛，然后你看啊，好目标，武将，我随便派最强的两个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按错了。始めるぞ。我派两个出去，我的攻击力也统帅也才35，武力也才23，智力也才39。没有、啊，所以他队长给别人啊。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是君主，所以最队长一定是他。哦、oh. ，所以没无解。好鸟，这样子还能这样用他还能打爆所有人，就真的屌了。我来去访问好了。よくぞおいでくださいました。このようにし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。来来，开始。哎、欸，哇，好高哦！一次就加99经验值哎、欸，也 OK 啦，就整天宴会就好了。其实他真的不用做什么，就每天宴会就可以。有啊，你有一个人被拉走了不是吗？刚刚有看到、啊。よろしい、失礼いたします。是吗？我看一下历史事件。没有啊，没有人看错。你不是有14个武将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曹霍去病加入了曹操的手下了，霍去病走开了。我的霍去病，一开戏就走了。他连留下来的机会都不给我。有闪烁的，赶快点，因为可以瞬间增加亲密度。よくぞおいでくださいました。このようにし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。これはこれは。大層なもの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，最简单的。哦、oh! ，よし、行くか。晚的居民感谢，为了感谢中二大人在巡查上的发展，献上了吴墨根。敵に寝返った者がおります。张仪倒戈了。那跑好远。よし、行くか。超远了，二十几天没办法。敵に寝返った者がおります。兵部倒戈了。哈哈，啊，做什么都不对。何としても聞き入れていただく。你出去一趟拿回来，反正就剩没几个。啊，他智力只有50，我还有机会。完全没有机会吧？反乱！それは勘違いであろう。無理やんだろうがよ、それは。大虎伤。没有伤害，你看，真搞笑。無理やんだろうがよ、それは。太夸张了。無理やんだろうがよ、それは。良き経験をさせてもらった。
許さん。直接出征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了。我不要带中二出门就好了。哎呀，中二还受伤，好可怜哦。本来就是一了，受伤还是一啊。出征了。聞いてくんね。仰せのままに。おお、こうなった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報告します。不行啊，打不赢啊，太多了。那感谢大家收看拉法游戏频道，拉法优质台，明天见，拜拜。